就是就是。我真的要成为皇后了吗？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。等我们再次相见时，想必你已经大功已成。看你相貌平平，力气倒不小嘛。苏向阳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原来我要找的人是你。小的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我们走。是，大哥。这得啥时候才能收拾干净呢？先照顾伤员要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收拾干净。啊，你来了，我是首都警备队队长柳天。